那我们要找一下小惩罚了。哦，龙哥现场九连拍。惩罚？龙哥弹唱一首，龙哥露腹肌。露腹肌吧。我也想看露腹肌。别。没关系，娜姐上一期还单独给言承旭跳那个女团舞呢。单独给言承旭跳？真的，那个画面特别诡异。那有人说你没有看我跳舞吗？他们说，我今天晚上给你跳。嗯，单独给你跳。他太吓人了。松松吓得开始吃鸡。问题是看这段的是，当时我跟杰哥一直在看，我觉得很尴尬。杰哥有说什么吗？杰哥说挺开朗啊。那样你弄，小董陪你弄。在这儿啊。小董最喜欢陪人家一起。小董只有咬肌没有腹肌。几块？哎呦我带棱了，太可怜了。小董来给大家露个咬肌。你可真损啊！是真损呐、啊！损你真损啊！你是。都装都损，都装都损。只有咬肌，太损。你乖一点的吧，都打成啥样了？因为你露着一下子。好。哇！这是我能看的吗？可以的。我来了。好呢。好，我们没有完成 KPI， 我们愿赌服输，小耳朵们心愿达成，龙龙露腹肌。哦。棒了，龙龙真是为我们的节目真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了，这非常有诚意了。这样你可以点一个人也露。我来吧。真开朗。真开朗了，太开朗了，这太开朗了，这我都害怕。七哥打电话给娜姐，露腹肌了，在外边挺开朗，都是挺开朗。往北露去吧，有没有明年吧。